旁边看到这些图案哈，都是这个古道的大概的一个景点。上也要走过横岩海岸，对对，他那边有一个，嘿嘿，没错，四五个小时，4到5个小时啊，看个人行走速度，平均而言大概是。那右边这些水泥浮雕都是我们以前当地我们去海牡丹湾的故事，所以现在对这叫牡丹乡去海，对，牡丹乡去海村。去海村是谁绘画的？这个是请艺术家来用的。哎、okay. 欸，对对对。4-5个小时，慢慢走，休息还不远。是这么画的。但就蛮晒的，也紫外线强。对，尤其是海边。对。